大家请看这几张照片哈，这是今天正月二号2021年照的照片。那今天呢，我们这边 Fredericton 下午开始下雪哈。其实今年特别奇怪，这个冬天，因为怎样，通常在我们这边 Fredericton 呢，11月就开始下雪哈，现在已经正月了，只有今天下的雪啊比较大一点，之前呢就是一下子就没了一点点的雪，很快就消失了，但是今天就比较大，所以我的女儿女婿带孩子去外面后面前面去玩雪了哈，所以这第一张的照片。大家可以看到我的孙子，他的眼睛很有没有看到？他看上去天空很惊讶，很惊讶什么呢？大家可以看到，你把他的眼睛放大一下哈，你就可以看到他的两个眼睛看到的不一样的情景哦，两个不一样。在他的左眼就是 left eye 啊，有没有看到很亮的那个？光很亮，白色的光很亮的，就好像六角形，但是只有六角形的一半就可以看到三个角而已哦。所以，其实六角形这个背提的门，两三年之前都开始看到了啊，到现在有时候还是会看到六角形的背提的门哈，有时候出现椭圆形，有时候四方形，到底有几个背提的门，我也不知道，很有可能。只有一个，它会变来变去，或者是我们要经过啊，走过四个啊，到第四个天堂，第四个天堂。那保罗去过第三个天堂，那前两天神跟我们好像是3、4天了，神跟我们给我看到异象，然后给我叫我打开，打开好像钱包这样，打开有四折，然后他跟我讲说，这个新天新地就是在第四个天堂。那保罗也讲过，他去过第三个天堂。我之前读圣经的时候读到保罗去过第三个天堂，就觉得很奇怪，为什么呢？因为我去新天新地那一端的时候哈，那边刚刚3年前，那边人刚刚下来新天新地，从天堂下来，然后之后也好几次看到人走从天堂下来到新天新地那一端，所以呢，可以讲说保罗那时候去第三个天堂，那现在我们要去的是第四个天堂，所以之前有看到异象，说四呢是代表天国，感谢赞美主。好，讲到这边，所以很有可能每一个天堂哈，第一个天堂、第二个天堂、第三、第四都有一个门。这个门呢，被提的门是这样，好像我们走过去，我们带着自然界的身体哈，这个肉体、这个身体，然后我们走过去呢，走过去就变在属灵里面，那出现在另外一张又自然界的哈，所以大概我们这样走了几个门，我也不知道，大概有3、4个门，OK，这样走过去到另外一端，我们又有现在的身体，但是到另外一端，现在的身体是永远不朽坏的身体哈，是能够到永远永远活着的，而且在新的耶路撒冷，河流的两边都有这个生命树，我们吃了这些生命果是永远不死的哈。而且没有病，没有病痛，没有灾难，也没有战争，也没有病毒，也就是永远享福与主在一起啊，与阿巴父啊，上帝在一起，三位一体的上帝在一起，感谢赞美主。好，讲到这边，看这个。照片啊，可以看到两边不一样。他看到两边，我不知道他看到是一样，但是我们这样看他的眼睛是两边不一样哈。你可以注意到看别人照的照片或者你之前照的照片，是不是你的眼睛两边是一样样的？OK，但是他的不一样，以前也是发现说两边不一样了哈。那你可以想到，这属灵上的哈，可以两只眼睛可以看到不一样的不一样的东西啊。感谢赞美主。然后呢，他怎样讲？我接下来有看第二张照片，
第二张照片呢，也是今天下午照的。然后他的眼睛，大概他在前门那边，但是他的眼睛没有看得这么高，大概看到我们的这个前门那边哈，他就看到什么呢？你把它放大一下，你可以看到看到走廊那一端。这个走廊不是我们家这边的走廊哈，我们家这边的走廊我们没有走廊哈，而且楼梯也不一样的哈，所以呢门也不一样的，所以你放大一下可以看到这个走廊走过去到新天新地那一端。那这个走廊是我每一天都看到的哈。但是他的眼睛照起来，那个走廊到另外一端那个门过去是黑的啊，大概神就是跟我们启示说，不久这个就要关掉了。OK，那我不知道到时候还会看到，因为我现在闭起眼睛都能够看到走廊另一端，然后是亮的，我可以看到人在那边走路，我可以看到看门的人。有时候啦，也不是说每一次闭起眼睛就可以看到看门的人，但是我一闭起眼睛，我就能够看到新天新地那一端哦。那有时候开着眼睛也能够看到，如果比较暗一点，我就能够看得到。那这些时候呢，新天新地那一关的光照射过来的很亮，包括现在在内也是很亮，所以很亮的时候我就看得不是那么清楚，但是还可以看到人在走路这些啊。现在很亮了哦，感谢赞美主。那还有一个就是我孙子的眼睛，OK，一边没有看到东西有没有？另外一边就是看到走廊到新天新地那一端，还有一个在他的眼珠底端也没有看到，好像有东西在那边。其实我之前说要这个照片给大家看，但是还没有做得到，现在也给大家看，很像是上帝的能力在那边哈，上帝的能力在那边。这从那照片那边可以看到有东西在他的眼睛的底端，那这样的话使他的眼珠好像没有那么圆，好像有一点凸出来，好像有一点变形这样，有没有？大家注意到，那是我相信是上帝的能力哈，power 就是上帝的能力，或者是一些就是上帝的能力在那边我们讲到上帝的能力，到底上帝的能力有各种各样？因为就算七个灵，上帝有主耶稣有七个灵七个灵，所以你说哪一个灵呢？有时候上帝呢是很奇妙的，他是万能的，我们所知道只是一点点、一点点、一点点。上帝呢，他是整个宇宙是属于他的，所以大家要我们的头脑要开放一点哦。感谢赞美主。还有一个就是今天下午我在楼上1点到2点的时候，我突然间我的眼睛看外面哈，看到什么呢？看到有一只鸟刚刚好从东飞到西。它飞的时候是在很底端啦，就是在雪这地上离开地上差不多15尺这样，15尺哇，有没有到15尺也不知道，很可能10尺这样，10尺到15尺，然后它在飞，飞得很低，第一次看到鸟飞得这么低哈。然后呢，之前我有很多次看到黑鸟，它们是飞得比较高一。也不是他们呐、啊，每一次都是看到一只，它飞得比较高一点啊，但是通常是飞了，等下又不见了哈啊。但是这一次这只鸟啊，黑鸟，我也有看到白鸟，我的女儿有看到灰鸟跑过来啊，看着我，然后又跑回去，又飞回去哈、啊。好，讲到，因为我这些都是象征说我们要回家了哈。看到鸟是很长的事。常常都是看到出现，然后不见了。那这一次下午呢，这只鸟飞过去差不多50尺这样啊，50尺应该是5尺，没有到100，然后它就消失了，消失了。然后还有一个是什么？今天下午下雪，怎么鸟能够飞呢？大家可以用聪明智慧，鸟不能够在下雪的时候飞，雪又飞的，雪又这么大，OK，它不可能。
在雪里飞的哈，这个大家都有聪明智慧，因为雪呢是蛮重的哈，飞到它翅膀呢对它不好，对不对？它通常没有鸟在雪里飞的，然后呢它不见，这就是知道说是一个超自然啊，神在跟我们讲说鸟已经在底端了，在底端，因为我们走路什么都是在地上，对不对？就是底端，这个鸟已经下来了，已经在底端了，就是说我们回家的日子很近很近了哈。啊，那这些都是预兆，预兆跟我们讲说我们就要回家了。感谢赞美主，阿门。